所以做品尝，等一下大概10-5分钟后，你们就去到香味了。现在他们在待会他们会给你们闻一闻，去嗅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你们知道什么叫二度发酵？为什么它会发酵？OK。来，给你们讲一下这棵树好不好？这个芒果树呢，当时是2019年1月3日。我就有朋友就加，他加进来一棵芒果树，大概半年会开花。半年我就跟他讲，这个很简单的，当时没有人知道果糖的规律，连我本身也不懂，也不知道它可以到这种所谓的特别的技术，也就是说，它能够推动很多你们想不到的东西。这个果糖呢？ 我放下去，大概7个月，它开满株，看到吗？到28号的时候已经成小果，那个果1公斤半，大概是，到2、3月的时候，总共开了115粒果，这就是果糖的状态。因为很多卖肥料跟做肥料的老板。 他们为了得到他心里的利益，没有把果糖分享给大家。其实这个技术很早就有了的。果糖会做的是1970年，一个泰国博士研究出来的，到现在大概50年吧。但是你仍然没有去重视它，没有去把这个果糖的好处。 发挥到顶点，所以我希望我们马来西亚所有种果树的人能够去珍惜这个机会，而且跟你们说过，果糖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，一棵榴莲树，如果10年到15年的榴莲树，一个月喷3次，一次才几毛钱罢了，大概是3毛到4毛钱。 一棵树啊，1次3毛到4毛吧，所以果糖的作用跟肥肉的作用其实是不同的地方。我们先讲完果先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就跟你们讲为什么果糖有这么多怪。你看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傻瓜，看到吗？那个穿紫色衣的傻瓜，看到吗？那里面那个菠萝蜜，你看。 那我们的菠萝蜜做到，看到那个花吗？花中带花，这也是果糖作怪，就是讲的菠萝蜜，大概是4公斤左右啊，不是啊，这个菠萝啊，菠萝不是菠萝蜜，是4公斤左右，它开了花，你把果糖放下去，它在上面就开花，这就是它的特点了，看到它的尾巴那边全部都是。 花来的，啊，这个就是菠萝蜜，你看啊，请你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橘子，你们看橘子也不是叶子来的，全部是果来的。这个菠萝蜜，如果你们要看哦，你们应该可以拿它的微信，这样发给你们看，整个系列都是菠萝蜜，它12亩地，做一次拿50多吨。 50多吨的菠萝蜜，15亿啊！也就是讲每一棵树都超过5亿吨，每一棵树。那个椰子吗？看椰子花，看到吗？你看椰子那个花开多少？看到没有？一串的椰子开花可以开110多粒，但是成果20多粒罢了，因为它符合不了它的重量。 它的水分不够，现在给你们讲重点。你看这个榴莲嘛，它没有种子的味道，为什么呢？
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那个主子？我叫你们跟你们讲，如果你们要做，这个是数据是做不到的，一定要心据，就是用鱼、虾、所当海鲜做的，淡水鱼不可以啊，淡水可以，但是很慢它的功能。如果用海鱼，它就很快，因为它的鱼肉的那个咸度跟淡度不同，所以它的功效都不同。这个相当容易做的，如果用做鱼具呢，很容易做的，但是不会做会很臭。100个人做，99.9个不会做，那个不会做的，他就是会做的人了。好，怎么用在梅红中呢？跟你们讲啊，它第一就在于腥味，鱼的腥味，所以你吃的时候啊，它就腌在喉咙里面。待会你们吃榴莲哦，我们也买榴莲请你们吃，你们可以试一下。这次榴莲不美，原因是因为下雨下了，然后那边下雨下了，不知道是多天了。对榴莲熟不透，有一点点，因为水分过高，有些果糖上来就熟不透。我的师傅叫我不要拿来，我说你一定要拿来。我们不是做骗子，我们是做试验，错了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就是天气不能够改变的问题。我再给你们解释，果糖用什么方法在最短的时间让榴莲树给它吃？你们在施肥的时候，一棵树，我不懂你们在施肥。比如讲，如果榴莲树那个芽枝去到10尺，施肥不可以施在10尺以内。以内要施在10尺范围或者9尺开始以外，你们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跟你们讲，榴莲有4种根，一种主根，我那本书就写到了，你们看得到，主根是定型给树定型的，下来到网根，当主根出来18到22天的时候，到网根一定出，它出网根的时候。他会把那个树定下来，就是说我会倒一点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当树一长到2尺左右，它就可以出须根。须根就是胡须的须，须根。出须根的时候，那个树呢就开始长大了。我们叫在行业叫做形根或者叫总根，就是根系太深。在榴莲开花的时候，到达果糖树健康到时间的时候，它就做出一个叫做细根。细根一开花的时候，如果当你们不懂的人喷药水，说树头做美美，那个树榴莲出来不是不熟，就是烂果，不是烂果就是掉果，所以通常的臭果都是这样的。那么你要怎么样？榴莲开花的时候。一开花榴莲不可以施肥，千万钱，你不要听那些卖榴莲讲一天到晚施，那你听他讲就好了。你们可以自己做试验的啊，因为我花了几十年时间来看这个东西啊，一定有它的点的。当榴莲一开花的时候，不停，不可以施肥。开完花之后，榴莲你追到你施肥追肥的时候，就到拳头这么大一条在，就开始这样。如果用榴莲更好，榴莲在推算回20到30天那个段时间就开始下回，下回不可以下多，大概理论讲那一年那个树要下12公斤回，你只可以下1公斤，刚刚明白了？因为它成柳开的时候，榴莲开的时候它把还没有硬，是没有开，它是一开它一吸肥它就掉果。这个是榴莲的秘密，很多人都不跟你们讲，因为有些人想讲，他也没办法表达不到。第二，他们知道的人不跟你们说。榴莲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它下雨多，它不熟；如果肥下太多，它黑死。这都是点来的。果糖其实真正会做果糖，不是由树根上去。很简单，问你们一个问题：那个树在生的时候叫生果，在生上来的果糖的时候需要多少时间？树下生下来，
你们泼水下去，水是不是流下？不能够只流这山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很简单，就是果糖一定要在树叶上面给它下，比较快，就是跟叶面跟着叶面。平时在做的时候放在下面，不要上叶子，小树不要上叶子。如果小树你果糖一上叶子，它会变黄色，它代表它会缺那个木跟煤，它烫嘛，烫伤的烫，把叶绿素烫伤，树就会进入冬眠，一进入冬眠的树就不会长大。榴莲树一进入冬眠，大概60天才会恢复它的年纪。老树、大树可以。如果榴莲要做得好，好吃跟美香，待会你们就试一下。我们做的榴莲才做了不到一年，这个是我现在要谢谢我们的大豆浆花香给我机会去做试验，我们给个掌声的好不好？因为这个树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古早味，就是榴莲走回去以前。那个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，对不起啊，因为我的年纪跟你们有点相差，所以我的小时候跟你们不同。因为我小时候是玩玻璃球的，你们小时候是在玩电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点不同。OK， 所以果糖啊要好吃啊，那榴莲要好吃，果糖一定要够。我再跟你们讲，要用它种子小粒，就是靠果糖。因为我已经用了6年的时间去分析这个东西跟研究这个，已经可以讲古早味做回来了，种子做小回来了，就是天气做好坏了。今天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哪一段吧，那是我们去哪的时候啊，整个地方啊都说我们是傻子。他们讲你们笨的，你们专家这些地也填不熟的榴莲，你们走去哪来做？结果做了之后，现在只才不到一年啊！会长，现在几个月啊？那个榴莲吧，会长，那榴莲吧几个月到现在？10个月，十个月开花，还有第3次，开花3次了。果油不熟啊，70-80%不熟了。现在做了上一趟做95%。这一趟回来70%，因为它下雨太多。好，现在我请我们两位助手，让你们嗅一下那个肥料跟那个，这个就真正是果糖哦，真正的果糖。它是二度发酵，什么叫二度发酵？待会多15-20分钟，它就会发酵了。在做的时候，我叫它尝一下，啊，尝。啊，传下去！不要口渴啊！我们可以喝的，可以。你们可以喝的，这个可以喝的，给你们讲啊。不过，哎，有什么事我们没有干到啊？OK， 你们吸入的时候，可以吸入到它的东西是香的，但是。肯定待会吃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味道，就是果香的味道。OK， 所以跟你们讲啊，一个好的榴莲啊，是靠什么？你们懂吗？因为榴莲树是碱性树，所以一定要靠糖分。人吃了太多糖分，你就会糟糕。但是榴莲树恰恰好就是要糖分，它跟酸性素不同，它跟酸性不同，它是酸的，是酸性素不同。但是你用碱性素的原料来做果糖，做不到，完全做不到。你们讲，我用了3年时间做这个东西，研究这个东西啊。它会发酵哪里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发酵，等一下就看到了。OK。因为果糖的点在哪里呢？是在于，当你喷上叶绿素的时候，它光合作用，
你一困，太阳一晒，它晚上水分下的时候，它代谢马上下来了。所以它在最短的时间，每一颗榴莲的叶子跟只要你碰到啊，这里碰到跟那个果糖那个果美丽水果，它都吸得到榴莲的果糖。在当吸到果糖的时候，它就开始在里面第二度发酵，这叫二度发酵。相信这个是目前为止啊，还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。马来西亚第一个人就是我们，二度发酵。目前还属于是黑科技，所以当你们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啊，很快一两年后外面就出来，包括上次我讲的碱性素跟酸性素，他们都不相信。我刚刚已经把它掺好了，我们掺好了一对蛇的那个水分，对吧？那你可以把那个肥料放在那个盆里面掺掉啊。喷那个，一直喷一直讲它就可以了，我们看一下。你们吸到什么味道？各位，月亮王子，你有吸到那个酒？啊？没有变啊？那你们做完现在做了啊？你们自己看啊。没有这种姐妹啊？我会跟你们讲一个笑话，有没有？一个台湾人跟同事来找我。他看到我种了甘蔗，种了六个月吃了几条，又是日本人来，日本人来到就拿我的甘蔗去验，验的时候他挺惊讶的，为什么这甘蔗的糖那个糖可以，对，糖尿病治的，他就叫我教他，我说他叫烟草，完全什么我都可以教你，什么药可以教你。果糖可以卖给你，但是叫我教你发酵，我不会教你。那要气也的，气也的。为什么？给他出完了。为什么我不会教他？对，聪明。因为他不是我华人，不是我华夏子弟，对不对？叫我现在把我们的所谓的还会不会传统一点的华夏子弟，传统还没有了。我想跟你们讲，不管他是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，只要他是马来西亚人，他就有钱去。公平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自私嘛。哎，另外一个台湾人来找我，他带了妻子跟他老婆来，带了两个孩子来。他来的时候我就坐了，放在那边，我们就去走我的果园。我的果园大概有不到两亩了，一亩多。就看房子吧，看到很爽的，就拍到那个吃那个。回来的时候，那个发酵的嘛，那个果园，他就说我骗他。他说：“廖先生，你这个人不老实，你打算放香水那个肥料来讲？”我心想：“那个香水贵还是肥料贵啊？去卖不了，为什么贵啊？”后来我就对吧？因为我们12点吃饭，我就不给他吃饭。我很生气啊，真的很生气。我说：“你不给吃饭今天，你没有看到我动作，你在侮辱我的哥哥。”我就不给他走，真的不给他走。还有在吵我说叫你妈妈带上车，不会走，你爸爸不会走，妈妈走。没有啊，他妈妈是别人，没有啊，后来不做，都是我们送啊。气候非常非常大，气候的关系啊，就说如果气候不好也不可以，太冷也不可以做，太热也不可以做，而且要分清楚我们做的是什么菌，是工菌、母菌、交叉菌、子菌，还是那个菌有很多种啊，细菌啊，还是鱼菌啊，什么菌也一定要分。对他时间非常非常重要。你在做的时候啊，如果有对象啊，他们在种瓜、种西瓜、种西瓜，他们大盆的时候，西瓜大盆的时候，千万不能够做，一做就错，因为它很多芝麻，它非常多芝麻，芝麻很会带菌的。种西瓜是跟蜜瓜瓜类哦，是最毒的，对大家。在里面好像堆什么土堆里面的，如果西瓜两天到三天，因为不能要往外面，前面不能够吃西瓜，这个影响。还有大盆的时候，就在西瓜里面堆住，一直过去，后来就移地方。我大盆的时候啊，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，看到很多很多针眼，一点点的东西在飞过来，
我才知道我那个化学药更低，我就改，我就改8年来做，结果都成功。所以，我去泰国六年，我去过台湾，我去过印尼，我去做很多地方交流这个菌，但是我在泰国坦白讲，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来来去去没了。跟你们说，他们也会找你的。其实真正发扬剧的地方是泰国，不是日本啊，很多人误解。发明是泰国，发扬是日本，不是日本发明的这个理解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。OK， 果糖的秘密就在于剧。我现在跟你讲什么恶作发酵呢？你大概对等多差两分，等了等多，一直喷水是吧？你会有那么湿湿的？湿湿它不会发热的嘛？再放那怎么去那个粉呢、啊？那个其实那个是大便来的，你们讲。放太湿，不给太湿的。所以跟你们讲哦，今天跟你们讲的就是比较另类的啦。比较另类的，在整个过程当中啊，你看啊，我们的流源啊流，就是猫山王第一代，猫山王分三代，你们想知道猫山王怎么分三代吗？就想知道有几种，想知道为什么流源猫山王分三代？我跟你们讲，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了，卖榴莲的不一定会记得。因为你知道你去买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写好榴莲了吗？你就不会写到二代榴莲、三代榴莲吗？第一代是叫古蜜大地红的，看到吗？这是第一代啊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没有。这是第一代，榴莲裂口怎么做才不裂口？那个皮算很厚的，以前榴莲猫山王的皮是很薄的，他们拿皮盖，裂口啊，放皮盖。那个树放盆栽它就会裂口，但是你放多了之后，它皮就会厚。你们明白这个？好，所以你看榴莲啊，我们牛可以做到这么小地方吗？什么意思？在镜子上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做的那个肥料了，在下。你看啊，这个啊，你看我在做这个，在这边他们在做的，他们在做住。这个菌啊放下去啊，我再跟你们讲，真正的就菌啊，你现在一大了出来啊，现在里面给你啊，喷下去3秒钟，还没有吧？这是什么菌？如果喷下去，它也会再不成功。我去这个啊，去看一个大陆的委员，几百亩啊，几千亩啊，都能上千亩，我不要谈了你啊，讲不好听。他请了一些所谓的专家，所谓的专家，我在一公里以外看到他说实话，绝不出头，你们不反对吗？因为节目中剧，他做的剧是个很奇怪的剧。后来我问了他的员工，问了他的工作，交流了之后，原来他请了一个人是帮他做一个仪具，仪具还没有发酵到时间。他们就拿来用，就引来了一批叫变种巨变种嘛，其实它是芝麻的，那芝麻跟在这个芝麻所带出来的巨，在变种变到啊，它绿炎炎的，我没有看照片，没有放出来了，它绿炎炎啊，不过角啊很多的，然后每种是这样，芝麻都是这样的，这些各种也都是这样的。后来我再去走到那边的时候，看到那介壳虫啊，以前介壳虫是一只一只的嘛。后来我去看它的是，一群一群的，一群几十只、几十只、几十只，这就是现在目前农民所面对最大的问题。为什么？80年代如果在80年代你种树的那种，你把那个吊丝虫啊，你们懂吗？吊丝虫。吊丝虫是牛中树最怕的一种害虫，它是吊着一条一条很多的吊，它里面吊虫小小的，它是变种，当时没有变种。有一段时间在牛中树
在九十年代、七十年代、在九十年代的时候，种了一个叫做祝星虫。祝星虫后来再演变下来，他们那个肥料变成现在是磷脂肥。磷脂肥很恐怖的，整个树没了，星空、星啊和树形啊都没了。你要它活，你就再泥土。这些都是一直在演变，现在明年下一次会演变出来最恐怖的是介壳虫。介壳虫怎么样呢？它是不是一只的，它一群呢？我在看这个橡皮虫的在变化，这个橡皮虫啊，橡皮虫一来啊，小苗全部完蛋，它全部吃了其他那个叶树，叶子的叶树跟其他叶树，那是那个树啊，你看过全黄色，没有叶树。但是它那个叫做根茎啊，它的茎啊，叶茎啊，我们的叶茎啊，它叶茎还是青色的，那么它就一直种了叶树。以前那段时间种了镰刀菌，它一直在变，现在。我跟你们讲，刚才有一位先生问我，我买的化肥是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他说，他的化肥是买200多块，啊2000多块。我就问他哪里来的，他说我是住外国的。我再跟我们讲一个强调一个问题，化肥的利弊就在这边。一，现在的人，农民想收成多，付出少。那么他们用什么呢？牛中肥。牛中肥会变成什么东西？基本跟你们讲，就是一个人是要胆固醇太多，血管阻塞。因为牛中肥有一个叫黑油，那是黑油，是永远消化不了的，除非那菌群发生吃掉它，它才能够用。我现在所面对的人，100个，90个在用牛中肥。我再跟你们讲一次，用了之后，现在没有事。榴莲树要死的时候，你们去看那个树，它满棵树都是花的，你很开心。第一年，第二年，它开完花之后，整棵树叶子会新陈代谢，它水分来了吗？推动。新的嫩叶上来，在上来之后，问题就来了，怎么样呢？再开花，第二次开花，第一次开花掉了，第二次，第二次开花更多，哎，多的时候，来，花还没开到一半，或者果还没结到一半，整个树突然死。通常这样的树都是有征兆在先的，先干，树尾，尾端呢，我们叫树的尾端。叫雅致的尾，它只能干那边，它干的时候干上面那一段，它会整个干，会下面不会，因为下面是老叶嘛，它干第一次整，第二次一干，整个树干，大概一个月，它就死了，没有人救了，因为它中毒很深。所以你们自己种树的人，你们去分析你们的树是什么情形。另外一种就是鸡粪，鸡粪，因为鸡粪有氨气。跟长肉剂，它吃下去之后也是一模一样。很多人就讲，我们买的化肥成不好，吹得很厉害。谁讲的？卖化肥的讲的，他要的是什么？钱。卖多少钱给你？对吗？如果你们稍微有一点知识，有一点常识，你们去想一想，外国有榴莲啊。他拿什么来做试验？你跟我讲，拿什么来做试验？他会有榴莲树吗？有没有？日本有榴莲树吗？没有啊。他拿什么来做试验？你跟我讲。所以那个卖化肥的有一个讲师，有一天我就听他的课，我问了他一个问题，在厕所藏了半个小时不敢出来。跟你们讲真的，他看到我就走进来，因为他知道盖不过了。我问他一句话，榴莲树可以每天放下，每个月下化肥啊？他说什么？我是为那个化肥公司赞助我，今天打广告，我不是讲他的好啊。你知道我下一句讲什么吗？你误人子弟，
你真的不好的教会。我说你明知道错的东西，为什么来教会呢？我真的想不通的嘛，我讲了。后来他不好意思，他自己走了，真的在洗澡上了半个小时。在现在他一看到我来，因为他一场就保住我了，因为他们的人啊，我们华人就是一样，见利忘本很多，不要做这些事情，尤其。你们想把马来西亚人员做得好，做得比外国的强，要人家听到人员就听到你公司的名。以我第一次讲到今天，到我上天堂前在银行的时候，我还是讲那句话：做鸡做戏做好的，不要去做捷径的东西。现在有很多人员。以前课是巧克力色的，二十多年、三十多年的树，吹花吹到变成金色，你们也看到吗？很多人看到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一个七十岁的老人生出来的皮肤会好像 baby 这么美吗？有可能吗？那我想问你，你是人员的，去买榴莲没有小昆虫的就不要买。有小昆虫的才买，因为昆虫是最敏感的。你们不相信我没事，你们去看榴莲拔的也好，什么水果都好，如果那个鸟啊、那个松鼠啊、那些小昆虫会去吃那个果，是最好的果了，100%。OK， 刚才给你们讲第一个榴莲，再讲第二个猫山王，二代猫山王。二代猫山王是盐的身体，是你盐的，开出来。会有黑子的，那种子一房肉真正好的猫山王，顶多不会超过三粒，一房不会超过三个种子，通常是一个两个，一个两个。如果一超过三个，那个就是二代猫山王，就整个里面是盐的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很多高手用猫山王的种子接回猫山王的树，这就是很大的误区。因为这个近亲交配，树也是一样的。这里有印度人啊，有印度人去，应该有。有啊，那个麦吉那个。印度人啊。那个一样啊。OK， 我跟你们讲，我们华人有没有近亲交配啊？你们父母肯不肯啊？近亲结婚了、啊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那我想问你们，你们身边有没有那些生到小孩子不太正常的很多人？有没有？有的是为什么血缘接近？血缘啊，接近就这样，印度人就进行交配，所以他的孩子出来很多都是不正常的，这就是出最大的问题。榴莲树一模一样的，很多人会问，我一直强调，如果你们真的要种榴莲树，花一点时间要种得好的。去找土种里面的种子来交配，很简单，叫你们看，种子长的长形啊，大大叶，大多数土种，或者是泥土，或者是那些比较少见的里面，或者是乌泥啊，或者是干腰啊，或者是门头那些，如果是一二十次，最好是最好的些，它种子是圆的，整圆圆的。那么你来接种，改变那个种子就变成第三代猫山王，六房人气跑出来，那些商家非常的厉害吧？对吧？月亮子，对不对？那些人买的，那些卖榴莲的哦，知道啊？他忘记了你今天变榴莲吃啊，害死整个国家的民营的，其实对公司最不好的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一开出来。只看到牙齿，看不到眼睛，还跟你笑，就是全部看到种子，对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害死人？榴莲树会基因突变的嘛？你不相信我没事，你们回去看你们旁边左右邻舍的那些榴莲树，它的树啊，接种了之后，如果是第二十次的树苗，我们叫子生，那叫母体。子孙到七八年之后，有一年如果水分量没有，
他母体的那个基因三期哦，它的果数99.9%，我有照片啊、哦，如果你们要背就不用了，99.9%实力有气力变成好像一个手指这样，变成6房，那么整个里面就全部都是种子，没有用。所以你们自己真的小园主要种好的榴莲，自己本身要花点时间，可以找一些同种榴莲来育园，很快乐吗？还有一种人哦，他们认为他很聪明，在种榴莲的时候，把这些土种树去，再借苗，替他树那个借25块给他放这一棵，但是他忘记了一个问题，他土种的好不好没有人懂，他种土种下去吗？好多啊，没有人懂。我看有很多啊，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他里面就没说碰到两滩泥道，那个泥土，那什么、啊？我不明白，基本的一个问题，一个常识啊，他们都没有啊。那种老板啊，不懂是不是有钱啊？给那个钱蒙了眼睛，我不懂。那个榴莲树挖一个洞，那个泥土这么高还种榴莲树？为什么你如果在开国的时候一边有开一边有开会倒吗？会倒？风一吹它会倒吗？我觉得很奇怪，那种人的思维，真正种榴莲，地上来泥土送来，下有肥之后留一尺，不要再填养土，养那上生草，生了草之后，在种的时候把榴莲树跟你那个泥土的平位高出是100，就是4寸左右，高出来做个火山口，火山口为什么？为什么做火山口？肥料会流失。没有，永远会留着，都是在那棵树那边。施肥的时候不要施在前面，施在外面。我们全部这样做的。所以我认为说，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美？其实不是做到美，是技术罢了。不是我厉害的嘛，你们千万不要误会。是因为技术，很多人不要去跟日本人啊，我认识日本人，他们种一个稻啊，在那个沙拉，去南疆的地，不是南疆，那个叫什么地方？去那个西甸。今天上那个十里洋滩的地方，帮我去看，拿了那个土地跟你们讲，养了2年没生长。泥土啊，给它生草生了，草又再生草生了再生草，他们用那个农药去喷了，喷了又再给它生草。为什么？生草了，到第二年、第三年了，他就开始把泥土翻了。他们种了日本的米，你们吃过吗？我不懂啊。大大的生产，不用吃饭，不用放吃菜的。吃那个米就可以了，省钱了，不便宜啊，不便宜，一公斤10块，他们就种那种米了，但这个米也可以。你看啊，真正会做的人跟不会做的人哦，很多园主，他们一哪来的地方就快要种，快什么？哎呀，怕他慢太多。即使你更慢一点嘛，解释给你们听，泥土硬化，你们以前种的牛种的更死，你不记。养它，不给它泥土松，我跟你讲，你种下去的榴莲树，别人一年，你要种3年，你得不偿失。所以养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来的。养土啊，还有现在我看到最近，不懂哪一个高手啊，种的榴莲4棵种在一起也有，距离16尺一棵也有。榴莲真正啊，要种得好的，不可以给它叫做距离交叉。它的根一交叉的时候，那个强的就吃那个弱的，那个弱的肯定死了，死一边。这个没有人走的，你去看，第一做研究是这样的。榴莲树真正种得好的，如果是斜坡上下坡的，是28尺、40尺，平板是40尺、40尺，或者35尺。28尺都可以，要看你的坡低不坡低，平地绝对不可以。到时候我们种是这样种，我的种法是很简单的，15尺、15尺，中间种菠萝蜜，种那个榴莲蜜，不要给它距离交叉。榴莲蜜也是一颗系，菠萝蜜也是一颗系，但是菠萝蜜跟榴莲树可以一起种，吃果翻荔枝不可以一起种。吃果翻荔枝什么？你们懂吗？阿摩榴莲懂吗？一种阿摩榴莲在上面，下面的树就出问题。
为什么他酸性，他相争。如果你做好某榴莲，可榴莲吃榴莲吃几钟它不死，那某榴莲一定黑心的，心黑的，很奇怪对不对？因为树根会吸水，它也要排水的嘛。我当时跟我一个朋友讲，他就跟人家讲，人家笑他，我说榴莲是会小便的，我讲，他们在笑，结果其实树根都是小便的罢了，但它不会走罢了吗？它根系吸了那个水，它真的是要排泄出来的。这根系还是很浓，你们读书就读到了吧？以前他们不相信。那我想问你，山顶为什么整个喝着流水过去？大山啊，你们是一直以为是故事吗？其实不是，是里面是吸了那个水分在里面，它在排出来的。所以跟你们讲，你要种榴莲树，不可以用酸性树的种法来种它。所以很多人说很难，榴莲树种在一个时间会死。第一，你有 pH， 有没有去看？水的 pH 不会去管，所以出来的问题来了。好像两个跟我讲，我的榴莲树，我的红霞三十多年不会开花，你会去跟我去？那铁定，铁定啊！四面八方听之听听，不要听完，非常好。榴莲树啊，你一定会死的，今天会死的，我死他都不死的，跟你讲啊，他不会死的。为什么他少了一些？它不是泥土少了，是在树身少了铁，在种子种的时候少了一份一种铁。它的十五种元素里面有铁、铜、锌，你定了在第三个里面，它结合起来，你应该是还好。因为啊，你一电话如果榴莲开花的时候，我今天去吃，你要猪皮给苹果，还要怎么吃饭？这是真实来的，开始吗？开始吗？不想吧？会不会想？这是二度发烧，还没有啦，还没有开始啦。刚刚开始不了，我知道时间了嘛。你们这个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我问你们一个基本问题好不好？如果那个泥土啊，这肥料放下去，把那个泥土发现了是不是？会变成什么样的奇迹出来？所以我跟你们讲，所以他们做疯子不觉得奇怪，因为只有疯子才能做疯子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正常人不会去做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正常人根本都，因为爱迪生，因为这个所谓的那些企业家是正常人啊，他们是逆向思维啊，他们不是跟你们正常人一样的，真的。所以跟你们讲哦，榴莲树一点都不难，如果你要种，只要你抓到窍门就可以了。不要去听人家讲，这个也要放，那个也要放。我在座有，我相信很多人，他的耳朵很细，什么耳根，一听到这个好就放，听到那个好也去放，这个好去放，到最后哪一个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二度发酵，所以那泥土啊，那肥料放在一块发酵在里面，它发酵不是一次啊，最长的记录28次，最少的记录10多次，最少的记录啊，就是哪一个发酵，它是这样的，它通过空气，一碰太阳它就发酵，太阳一出它就盖掉，一晒它就发，它就发，它就还给你。所以这叫二度发酵。我相信马来西亚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目前，目前啊，东西你们看到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东西嘛，但是发酵不同味道。它重点就是这个，它下了泥土之后啊，这肥料放下去啊，比如说你那个树会开花，放下去啊，一算它季节，算它时间，我算它那个气候是下雨啊，一碰到旱季啊，它就发酵，一发酵它就开花，开花你就吓到了你、啊。树枝满了那个芽子，满了完的芽子，相信吗？你们没有看过，所以跟你们讲哦。但是人很奇怪的嘛，只看到起点跟终点，流程没有去看。人家的痛苦，流程没有去看，你没有问你，对不对？所以
马来西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我也希望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会在国际舞台上屹立不倒。我时常讲这句话，我们不要把我们马来西亚的国宝啊双手奉给别人。海南岛在做出这个东西，但是不成功，他们请不过去。秘密也跟我签了合同，我不是博士，但是他们颁给我博士。他们给我博士，我还在给我去教授，给我做教授，做客席教授。我不是博士，其实，但是为什么他给我读书？当我们踏开他出了那个门槛，就是学习。你们成不成功，书是不能帮你的，书只是增长你的知识，而是不能够给你实战经验。农业没有捷径，只有实战经验。书不会教你，教不到你。你问很多农民，你们年轻的回去问你爸爸妈妈，问了再跟我讲，那个树你问题摸出来了，通过这个药啊，通那个药，那个药弄到最后才能出来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真的要做活，一定要做精、做细、做高端，不要轻易找捷径。我三十年的根本是巧克力是皮，变成青色。我现在我们做一年啊，第四次的开花，又开花了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化肥，从来不用化肥的。中国人，所以马来西亚有一点啊，如果我们会失败啊，失败在我们农民手上，真的，我们会支持。我希望我们今天听了不能回去跟你们跟你分享的时候，大家团结，做军，你一定要用这水，甘蔗水，甘蔗水。甘蔗水跟红糖，你一定要有母菌。如果你没有母菌做出来，99.9%就是错的。鼻烟，我跟你讲个秘密了啊，我不要讲谁的品牌了。你现在嗅到的这个是，其实就是原装的母菌来的，它可以变100只出来的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会发出一香？哎，原因就是没有。母菌像它发菌的时候呢，就会拿一个桶药，你拿一个大桶药，拿什么都好，它在发酵的时候，到了第30多天，它会投出一种白色的菌来，那个菌是活的啊，活的那个菌，所以你用显微镜让它动会动的，这样在这个情形下，他们就把那个菌拿上来，拿上来了之后，他们就拿去冰橱速冻，冻眠给它冻眠，这样它卖的时候，它就把它掺。才能卖给你们，它不是纯菌，纯菌很简单的，你拿那个菌哦，一放下去哦，反正大便啊臭的嘛，很臭，你一喷下去，它可以立刻没有味道。请问呢？榴莲需要小颗的时候需要修好吗？榴莲树修树是这样的，榴莲树修树是大理，你不可以问我小颗还是大颗，我们通常是用高度来计算它。为什么呢？榴莲树有一个很大的秘密，你们还不懂的，就是活木跟死木。什么叫活木？什么叫死木？活木结果开花它会成的，死木只会开花不会结果的。死木就要修掉嘛，但是一棵树不能够修掉完死木的，一定要有两只的，它会里面基因转变交换。不是，它是基因交换，那个是因为你没有，就好像榴莲花它一开的时候，它一开是开的，一开出来它母的，那个花蕾是在中间的嘛。当它用风或者是小昆虫弄到那个花瓣的时候，它就吸收了嘛，它就开了。为什么有些榴莲会只是在两房一房？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就是秘密。马来西亚没有几个人去讲这个东西，因为我比较奇怪的人。就是因为他们在花粉交配的时候啊，他没有，他花粉是圆的嘛，他只交配到一边两边，所以那个榴莲只剩下两房，其他都没有多的。
因为它没有雄粉，所以没有果味。OK， 卖吧。还有什么问题？榴莲树，你想过来讲修树，跟你讲修树，通常我的树九个月我就开了，就修，怎么开算呢？活木跟实木相当相当重要，千万不要剪错。第一，你剪树的时候，风向你要看，风向。为什么要看风向呢？如果你把那个树顺风的你全部给它剪掉，你留了逆风的，以后那个树是倒了。第一，你一定要先看风向，太阳南北升，这个很重要。第二，那个树不可以超过手指，一超过手指，你剪，它会火山流失，它开花会慢六个月。第三，活木跟实木，就是树枝出来的时候，它一出来那个芽枝，你摸它的下面，看看有没有的，有的就留，没有的就剪。它的眼睛，摸下面啊，摸它的下面，它有的，如果它是那个活木，它一定是还有一个圆锥的；如果是实木，它是整个没有圆锥的。圈圈来的，明白吧？这个简单，这个。啊，请问啊，有些人说啊，那个虫啊，拿辣椒干来煮，煮了用辣椒干来打那个虫药，打个虫药，这很适合吗？我想跟你讲，如果你要用这个啊，倒不如去用那个印度人的那个都是咖喱粉，那个什么树啊？那个叫什么树？印度人来拜神啊。酿酿酿啊，酿酿因素更好，但是它只是针对性一种，会影响到榴莲根吗？不会，它这个是属于是植物性的东西，它不会影响，不影响，会影响的化肥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有种过辣椒根，你明白？你打了这个药，我下次再打这个药的时候，它不会死。因为菌它变种的时候叫小强，你看小强蟑螂啊，当蟑螂给你们喷药喷死的时候啊，它怀孕了它的蛋啊，再次你用那个菌去用那个农药去喷它，它不会死的，它已经抗体了嘛，明白吗？所以菌一直在变种。其实我认为啊，我到今天我还在观察着它。菌会变种是因为我们肥料出了问题。我第三本书写这个就写在肥料，我在写第二本。这书给你们新进场去种榴莲的人有100%的启发，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，在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答案。第二本我现在写的就是根系病跟这个叶病啊，树叶病。你们不要以为根系病很简单的嘛，一个根系病啊就30多种，一个叶子就30多种啊，一个虫害啊，真正的讲啊是变种，由原始到变种啊，由飞蛾虫到吊丝虫到变种，到现在变成菌啊，它变了千千万万种啊。我们很多目前的科学家，包括这个黑死病，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找到答案。你懂为什么吗？跟你们讲，用化肥的问题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一些啊，他把那个姜离子啊，姜离子的毒来镇，镇了在开发时候拿来打，打树上啊，啊打树，打树上啊，啊打树上，那个什么原因？那个大错特错的方法，那个已经错了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再给你们讲一次，我再给你们讲的是树的发酵。现在问我就给你讲的是叫做心，要发酵心什么？重心的心。其实榴莲树有心味，它就粘度高，但是发酵的不好。我刚刚跟你讲了，有一个大豆在这个南疆这边种了3000亩，全部种完地，我去看，他就是请了一个所谓的专家。不懂他是专骗人家还是我专骗人家？这个树呢，到最后很麻烦就对了。我就帮他看了一次，他后来给一般人做，他就以为做得很好。我就再去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肥料。我很简单啊，肥料，我跟你们讲，如果他是有机肥料，你拿回来放进水性，
不管它枸杞还是白黑这一层的，摸它有油的，那就是油种没做的，因为它没有发酵，它没有发芽，它哪有几两个星期油种渣，让那个渣搅碎，它那个油种的沉淀的那个叫做油种沉淀的那个渣那个，那么完蛋了，榴莲树很快就完蛋了 ，OK。还有问题吗？你们这边好像没有什么问题。是想问一下，来，香蕉怕啊？听说的，你香蕉，你香蕉怕以前是用什么放？放几分是吗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你放有几分呢，你就要好自为之。你可以种，你一定要发酵的。你不发酵，你香蕉说种下去没有吃的，你最痛苦的时候它就来了，开花。没有开花就没事，一开花它就来了问题。问题在哪里呢？你要明白一样东西，氨气是不能够蒸发的。氨气什么懂吗？阿摩尼亚，它不会蒸发的东西，它是沉淀，除非你去发酵它，让太阳雨水晒它，它就蒸发了。如果没有，如果你要种，你就好自为之。你可以种，不是不可以种。还有我跟你们讲哦，很多人啊，在种这个榴莲的时候，入行前不前来种香蕉，对不对？他们总是放几分，对不对？几分不是不可以放，是可以放的，但是一定要发酵。我跟你们讲，一定要发酵。马来西亚人，我回来六年，跟他们讲发酵啊，他们不懂什么叫发酵。到今天，其实谁要做肥料的人啊？那个字读错了，那就是发酵。发酵，好了，发酵就发酵。啊，我说，你来说啊。对，跟你们讲哦，其实跟你们讲啊，很多农民啊，种香蕉是为什么赚钱吗？发酵嘛，对吧 ？cash 来点，所以他种香蕉。但种香蕉，它有五种病，对不对？黄叶病。蛇腰病、半果病，对吧？那个病、跟那心病，对不对？那你来，溃疡病来了，其实就是溃疡病。榴莲树在最大的面对的问题，下一次跟你们讲，很多会没有果，接个虫，这个现在在连在观察它的，接个虫来要啊，你们会很惊讶，你们很惊讶，跟你讲，真的就是。如果你们本身真的要种，还要花一点时间去对这些植物啊，去多一点了解。